跟住梁國雄議員。呢份文件我哋其他先。梁國雄議員。主席，嗱，而家問下問下咧，就問咗咧，原來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四千平方米咧，係你哋即係諮詢過業界嘅。咁你個業界咧就係、是土地委員，係咪土地？你嗰個係咪叫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啊？係咪呢個物體啊？定係土地發展委員會啊？是問土地發展委員會、啊、你想問政府是嗎？是啊、哦、政府答他是 Land Development and Advisory Committee、嗯、土地發展委員會諮詢委員會、嗯、土地發展諮詢委員會、嗯、那裡的委任呢，那些成員有沒有讀出來啊？有多少有錢人行不行？你不讀就我 查電腦都可以，我說你打發時間問，現在我告訴你，你哋嗰啲業界係作業界、造業界、冤業界，呢、這、一個專業人士靠老細揾食嘅，佢會唔會同老細作對咧？下一位。